这个观点是最基本的了。那些肤浅的学者很快就将它归类为悲观主义，认为它是绕着诸如痛苦之类的事打转。老师劝我们要面对痛苦、死亡与疾病等令人不悦的事项，认为这是悲观主义啊。事实上正好相反，痛苦存在于这个世间，无可避免。学会处理痛苦并非悲观主义，而是一种非常务实的乐观态度。你如何面对配偶的死亡呢？如果明天就失去了母亲、姊妹和最亲近的朋友，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世间人是怎么想的？世间人就赶快把它烧了，然后呢去带人去旅游一旅游，叫你忘掉这件事情啊，这就是世间人的办法，是不是啊？赶快处理好了，处理好了然后出去旅游一下啊，或者换一个地方，环境不要住在老地方，那你可能就不会忧伤了。这就是世间人呢，就是用这种逃避的办法来慢慢的用时间来消磨啊，让你忘掉，让新的烦恼升起来，使你忘掉旧的烦恼。这是这个世间人，我们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要面对它。假设在同一天失去工作、存款和双腿，你对轮椅上的后半生，你还会有指望吗？很多人要这样想到，这样肯定都绝望啊。如果你是癌症的晚期病患，你会怎样处理那些疼痛？你会怎样处理即将面临的死亡？这些不幸，也许你大多数都可以躲过，但是你躲不过全部啊，你躲不过全部，总有一项会轮到你头上的啊。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都会失去朋友和亲戚，我们偶尔都会生病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有一天一定会死的。你可以在这些事情上痛不欲生，或者也可以用开放的态度面对他们，完全看你怎么选择了啊。就是面对生老病死，我们佛教徒应该怎么样来修啊？就是超越生死，对，超越生死。怎么样能够超越这个生死？